经本的第三十七面，经本的第三十七面，改过之法，这个是四分的第二篇，亦是这个最重要的两篇，改过即善。在第一篇当中，我们明白了这个命运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，这个事实真相搞清楚之后呢，如何改造自己的命运，或者是改变自己的命运，那就是这两篇里面所讲到的。首先呢，讲改过了。了凡先生在一开端引用春秋国语古代典籍里面所记载的，讲明啊，一个人呢，就是吉凶祸福将要来临的时候，都会有预兆的。古时候有，现在亦有。只要我们去好冷静的咁观察呢，尤其是现代社会，或者是发生在自己的身上，或者是发生在我们周围所认识的一些人，都可以看到预兆。那大体上来讲呢，这个是综合古今的一个结论。过于厚者常获福，这个人呢，心地厚道。厚道的人会有福报。纵然不是在眼前，将来一定得福。过于薄者，这个薄是刻薄，刻薄寡恩。纵然现前他很得意，但是很难保持到他这一生不遇灾难。这个是我们从古今中外事实上累积的这个经验。下面讲出这个理论，说知性合天，这个天呢，就是讲自然了。自然这个现象，实在讲呢，现在因为人为的造作，将这个生态平衡破坏了，这个天道亦不自然了。在从前，这个四季分明，
好似春夏秋冬四季分明，春生夏长，春生夏长，秋收冬藏。特别是在温带的地方，我们中国大部分呢都在温带的地区。这个四时寒暑年年都一样的，这个是比喻一个人的真诚啊，就是天这个自然呢绝不失信于民。我们的真诚心要好像自然的运作一样，这个叫合天。和福将至，观其善，必先自知。这个福之将至，从他的善心、善行，可以能够预知。这个灾难要来的时候，亦能够看得出来。其实心不善，行不善，能够预知它必有灾难。我们懂得这个原则，那我们想远离灾祸，想常常获得幸福，这个就有方法了。必须改过即善，改过是因，远离灾祸，这个是报，即善是因，获福是果。由此可知，这个因缘果报呢，真的是丝毫不爽的。如果我们自己在一生当中不能够安身立命，安就是得到平安，得到安稳，一生能够得到安稳。立命就是创造自己的命运。那我们自己这一生呢就没有白过了。我们讲学佛，佛法的基础实实在在讲就是建立在这个地方的。了凡四分，这个四篇文章，这个小册子，实际上就是将《观无量寿经》当中所讲的三福，第一福之详细说明。观经三福，世尊跟我们讲得很明白，很切要。他在结论上讲，这个三条是三世诸佛正业正因。这个三世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换一句话讲呢，一切修行成佛的人，当然不是修一个法门成就的。佛跟我们讲无量法门，每一个法门
都可以修性正果，都可以证得无上的佛道。咁多咁多不同的法门呢，都同样建立在一个基础上。我哋只知道呢个基础嘅重要啊。呢个基础就係观经上讲嘅三福。一共三条。第一条係人天善福。人天善福。咁係真实嘅基础。了凡四训呢一部书呢，就係讲呢个人天善福。呢个观经上讲嘅係四句：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呢个四句呢，可以将呢个四训呢完全包括啦。所以呢部书对我哋学佛嘅人嚟讲呢，就非常非常嘅重要。印光大师当年在世，其一生呢不遗余力嘅提倡呢个法门，而将呢个小册子大量嘅印行流通，真正系苦心啦，真正系悲悯一切众生，为我哋在修行上奠定最好嘅基础。我哋嘅道业只能够成就。末法时期，特别是现在，真正能够得生净土，就是最圆满的成就了。但是一定要知道，我们常听人讲，念佛的人多，往生的人少。正如同过去台中李老师所谓的，一万个念佛的人，真正能生净土的亦不过是三五个人而已。这句话我们听起来实在不成比例。原因在哪里呢？虽然他日日念佛，这个佛号不间断，由朝到晚，到最后不能往生。真正不生净土的原因，就是这个基础的三福忽略了。他没有认真去修学的。所以念佛即是口善嘅啫，口善，由朝到晚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心行习气无病，都未能够隔除，这个是不能得生嘅真正原因。所以祖师用了凡四训为我们奠定基础，实在做得非常的圆满，真正达到止于至善，我们应当要明了的。咁讲到改过，了凡先生提出了
三点。首先讲三心，第一个呢，要化此心。古人常讲知此近乎勇啊，勇就是勇猛精进。此是什么呢？此欲，我不如人呢。想到自己不如人啦，咁至肯真正发奋努力，要迎头赶上。佛在经上常常同我哋讲，诸佛如来在无量劫前跟我们没什么两样的。同是凡夫，他们今天成佛成菩萨了，我们还在搞六道轮回，这个是事实，这个不是比喻，怎会知道是事实呢？佛在大乘经上讲得很多，不是一次两次讲的。我们中国人最喜欢念的《金刚经》，《金刚经》佛讲过，我们现在读诵的《无量寿经》讲得更详细。今日闻到佛法，能发一念欢喜心的人，都是过去生中种的有善根。那些善根究竟有多少呢？实在说是无量无边的善根。绝不偶然啊。好像我们在《无量寿经》看到的阿蛇王子这一批人，释迦牟尼佛讲出他们过去生中曾经供养四百亿佛，这个数字很大啊，四百亿佛。听到佛讲《无量寿经》，还未能够下定决心求生净土，可见得真正发愿求生净土的人，他往昔所修的善根必定超过阿蛇王子。由此可知，我们学佛不是这一生，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无量劫修到今日的。那修到今日又怎样呢？还是这个样子，那应当值得惭愧了。人家成菩萨成佛啦，我们还还搞六道轮回，咁系真正可耻。佢呢个地方讲，师古之圣言，与我同为丈夫，彼何以百世可思？我何以一身瓦裂？呢段说话就系我刚才所讲嘅。圣法就是天人师，
他们成佛作祖了，我们还搞生死凡夫。如果能够常常反省，常常想到这件事情，我们自然呢就能够勇猛精进了，就能够真正的回头。这个是第一个要知耻了，知耻呢则近乎勇。第二呢要发慧心，这个慧是讲敬畏，他这里讲得非常之好。天地鬼神难欺，我们呃人容易，欺骗人容易，欺骗自己亦容易，欺骗鬼神就不容易了。为什么呢？鬼神大多数都有五通，我们佛法里面讲六种神通，他没有流进通。这个流进通要证得阿罗汉以上自有。六道里面鬼神有五通，虽有五通，这个能力大小亦不相等。鬼神里面有善神，亦有恶神，善恶都有的。他既然有五通了，五通里面有天眼通，有天耳通，他心通。这个他心通是我们心里面想什么事情他都知道，他有这个能力。想乜嘢事情，点解知道呢？各位要明白啊，你想呢就有相，有个相佢就睇见啦。中国人造字，心里面有相，我諗一个人佢就有一个人嘅相，其他人係冇能力睇唔见，有神通嘅人睇见㗎。所以起心动念，鬼神知道的。我们在念无量寿经，无量寿经讲得呢就更详细更明白了。他说极乐世界的人，凡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从上上品到下下品，他们神通的能力鬼神不能比，他们的能力几乎和阿弥陀佛差不多，或者我们会怀疑我哋呢个一身嘅业障，生到西方世界下下品，边会一下就有咁大嘅能力呢？殊不知呢个能力啊，唔系自己修嘅。西方极乐世界呢个能力系有两种来源，一种系报得嘅，你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有，呢个系果报。报德的报德这个能力呢，虽然有就好像鬼神一样，鬼神的能力是报德的，不是修德的，因为他的能力很有限，不是很大。那这个西方世界报德的能力忽然
变大啦，系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嘅加持。我哋睇四十八愿就知道啦，系阿弥陀佛威神加持，将你报得嘅呢个六通嘅能力，几乎同佛相等嘅。所以天眼洞视，天耳窃听，他心遍知，我哋在此地啊，一举一动，西方世界嘅人都睇得好清楚嘅。我哋讲啲悄悄话，或者讲嘅声音好细，对方仲未听清楚，西方世界嘅人通通听明白啦。啊！我哋起心动念，动个念头，动个好微细嘅念头，自己仲未注意到，西方世界人都观察到啦。这个经文我哋念起嚟之后，寒毛直竖啊！点解呢？敬畏啊嘛！只知道起心动念是无法子瞒过别人的。那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一个事实。此心，我们讲惭愧是惭心，为心呢就是愧心，为什么呢？为恐对不住别人，此心之此，知道对不住自己，因尚存惭愧，这个人决定回头的，这个人真正有救了。了凡先生在这个地方有句说话是值得我们勉励的，那就是说明改过之可贵。古人呢有一生作恶，临死悔悟，发一善念，谁得善终者。这个是真的。佛在《提婆达多经》里面跟我们说，提婆达多在世，他是五逆十恶都做晒啦，生生堕落到地狱。观经里面嘅阿舍西王系受到提婆达多嘅教唆，亦做咗五逆十恶的重罪，但是阿舍西王算是好幸运，临终时候悔悟了，真正忏悔，真正觉悟，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他往生了。佛跟我们说，他是什么品位往生的呢？真是我们是没有办法想到的，他是上品众生，是这么高的品位，做五逆十恶还有这么高的品位的。我们才真正明白了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
是两种人，一种是断恶修善，一心念法求生净土的人，这个就是一般九品往生的人。另一种的呢，是临终时忏悔往生的，那就是造恶的人了。所以观无量寿经善导大师呢跟我们说，上三品的这个上上品、上中品、上下品，是发大乘心念佛往生的，心量广大啊，发菩提心一向专念，是发大乘心往生的。中三品呢，是世间修善的人往生的。下三品呢，是造作罪业的，这样是往生的。真的是三根普披利顿全修。这个法门他所道的对象，上从等觉菩萨，下至地狱众生，没有说不道的。那阿蛇西王在理论上讲呢，应该是下三品才对的。为什么他会走到上中品去的呢？这个就讲明他忏悔的那个心真，忏悔的力量大，真正忏悔了，你一回头他就获得了更高的品位。所以这个是我们应当要明了的。我们过去所做的恶业不怕，怕的是不能改啊。知过能改，善莫大焉。诸佛菩萨这些全部的这些 善神呢，都会帮助他的。第三呢，要发勇心。勇是勇猛，他这一条在此地呢，用意好心。惭愧心呢，好多人都有的，特别是学佛的人都有惭愧心。有惭愧心为什么还不能成就呢？我们俗语说，没有勇气改过自身。每一日还是因循苟且，在那里混日子，一日一日光阴空过了，道义不能成就，原因在这个地方了。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。我们如果没有勇气，没有毅力，这一生要成就就难了。修行人自古以来最常见的通病，也就是说几乎人人都有一个分沉、
一个吊举。昏沉嘅人呢精神提唔起嚟。佢一用功呢就瞌眼瞓㗎啦。呢个係昏沉嘅现象啦。特别係在打坐嘅时候。禅堂里面常常睇到呢个毛病。一打坐呢佢就咕咕声瞓着咗啦。念佛堂里面亦容易睇到。我哋在念佛嘅时候，念佛嘅当中有一段时间止静，坐落嚟嘅时候止静，系因为你经行嘅时候攰咗，拜佛嘅时候攰咗啦，坐落嚟稍微休息一下。虽然口中不念，人静静坐喺嗰度咧，心里面佛号决定不中断。功夫是绵绵密密冇啲间断嘅。有好多人一指正佢就昏沉起嚟啦黑眼瞓啦。呢个系病态，呢个系业障。另外一种人吊举，呢个吊举系乜嘢呢？同昏沉恰恰相反，佢坐落嚟之后咧，心中七上八下，胡思乱想，妄念太多啦，现前啦。有好多人同我讲，我唔念佛嘅时候冇咁多妄念，点解越念妄念越多呢？其实咧，绝对唔系佢念佛嘅时候。只有咁多妄念，佢本来就有咁多妄念，冇发现到嘛。现在念佛啦，用呢句佛号修心，咁一修心，发现到啦，原来有咁多嘅妄念存在嘅，啱啱发现嘅，所以佢嘅心定唔落嚟，呢个系两大毛病。必须要将佢克服，如果唔克服呢，你就不能精进，换句话讲，你就不能成就。世尊当年在世嘅时候，阿罗留陀尊者就是昏沉好重了，佛常常讲经，佢听经嘅时候瞌眼瞓，被释迦牟尼佛呵斥咗一餐。释迦牟尼佛闹佢好似螺丝胖急一女嘅，一睡一千年不闻佛名字。佢听咗之后好难过，佢真正发奋，功夫绵绵不断，七日七夜冇瞌过眼睛。他是用功过度了，将眼睛整坏了。这时释迦牟尼佛传授他恶见光明的禅定，教他这种定，教他修这种定。他修成之后所以得到半头天眼，他眼睛坏了，但是他得到天眼。在这个阿罗汉里面，他的天眼比别人要高明。一般这个阿罗汉天眼的能力能够见一个小千世界，阿罗留陀能够见三千大千世界，他那个是他修成功的。可见得人不能不精进，不能不发奋了。这个好要紧，好要紧。如果冇呢三心，纵然知道自己嘅习气毛病，亦唔容易改过嚟嘅。所以在冇讲改过之先，
先教我哋要发呢三种心，你嘅过错、习气，至真正能够改善。咁讲到改过呢，佢老人家又为我哋讲咗三件事情，三种改法。第一个从事上改，第二个从理上改，第三个从心上改。思是思想，亦就是在日常生活行为当中，这个就是戒律里面属于律而戒。有好多这个初学的同修看到这个戒律呢，都摇头，难啊，太难了，这个简直我们不容易做到的。比如一出家先受沙弥戒，沙弥戒里面一共有十条戒律，有二十四门威仪，我们仔细一看，确实真正不容易做到，几乎起心动念一举一动都是错误的。实际讲佛法里面讲的律仪，比起从前儒家来讲呢，少得太多了。儒家讲的威仪三千，我们佛法里面讲的都没那么多。跟儒家比较起来，我们还宽松很多。但是现在人为乜事会怕呢？咁咪因为放日成咗习惯啦。一下约束佢哋守规矩，佢哋处处又觉得不自在。呢、这个就係放日惯啦，成咗习惯。所以改起嚟就非常非常困难，亦觉得非常嘅痛苦。这个是事上改的难处了。所以小乘修学呢比大乘难。小乘完全从事上改。大乘和小乘不一样的，大乘人从理上改，最高明的是从心上改。咁就叫真正彻底究竟。咁呢个三件，从事改、从理改、从心改，了凡居士在此地都讲得好清楚、好明白。我哋要细心嘅去研究，去读诵，认真嘅去学习啦。更说我哋能够远离一切灾祸，从远嘅地方讲呢，是我们自己修行正果的基础。如果疏忽了，恐怕这一生呢又要空过了。这个是真的。李老师讲的，
呢一万个念佛人只有五个往生，咁我哋系五个之中一个吗？靠唔住噶。啊，你认真喺呢度奠定基础，或者五个人当中有你一个。如果唔喺呢个上边认真修学，可能咧，你就冇份啦。啊，可见得呢个系非常非常重要。咁修行亦不例外。最上乘嘅修行嘅方法系从心地上修。改过亦一样。啊，最上乘嘅改法呢，从心上改。呢个改系真正究竟彻底。点样改法呢？咁就係一心向善，咁就啱啦。但係善恶嘅标准喺咩地方？我哋必须要知道。下面呢一章即善自方，就将呢个善恶嘅标准提供我哋做最好嘅参考。喺呢一章里面一开端，佢引用易经上嘅两句话，即善之家必有余庆。这个讲明为善和即善是因，余庆是果报，他的福报享不尽，还有余。然后就举这个例子讲明孔老夫子的父亲，一生积功累德，唔止一世喎。孔老夫子嘅祖先到佢父亲，係代代都知道修善。所以从呢个欣赏就能够推断佢将来这个家里头一定有好的儿孙。果然没错，孔老夫子是一代的圣人。夫子自得，真的跟这个易经上两句话是完全相应的。必有余庆，一直到今日，孔子后代已经到77代了。仲被世人尊敬。这个是夫子的善福余荫他的子孙了。孔老夫子究竟修的是什么善呢？
我哋读呢一篇当中，亦能够见到啦。佢嘅呢个善系维护道统、护持正法啊，使我哋呢个国家民族千年万世喺呢个世界上立于不败之地。佢呢个善呢，值得太大太大啦。亦就是推广伦理的教育，幼教无类啊，心之所思所想的是利益国家民族，没有想到个人的，真的是与人为善，所以他得到这个殊胜的果报。接着下来，他举了这个明朝时候，他也举例到过去一共举了十个人，这十个人呢，我们不用一个一个讲了。这十个人在历史上都富有盛名的。那这十个人所做的虽然不一样，行业不一样，出身不一样，总而言之一句话呢，都是修善，都是积善。我们看到凡是修善都有好的果报，咁证明咗善因善果，恶因恶报，确确实实系事实。呢、这个唔系迷信啊，因缘果报系事实啦。下面呢，他这个一段开始很重要，为我们讲明了这个善福呢，要将它认清楚。这段文在五十二篇第一行，第一行第二句睇起，善又真又假，有端有曲，有阴有阳，有是有非，有偏有正，有半有满，有大有小，有难有易，皆当心辨。为善而不穷理，则智慧行迟，岂知造业枉费苦心，无益也。这个以上这段文章呢，非常非常重要的，咁就係将呢个善嘅标准
为我哋提示出嚟啦。呢、这个纲领同各位讲，咁系人天福善嘅标准。换句话讲，就系、是、最低嘅标准。你想要改变你嘅命运，在呢个世间，咁系讲呢一生当中有求必应，你必须要将呢个理搞清楚，思搞清楚，认真努力修学，你呢一生当中会同袁了凡一样有求必应啦。能够将你嘅宿命完全改过嚟，你不再受命运嘅束缚啦。你能够改造命运，你能够创造命运。我哋呢一次呢个讲座嘅时间唔长，我哋仲有一次就圆满啦。这个四分呢不能够详细跟各位讲明，但是并不遗憾，因为我们有详细的录音带、这个地方只将重点跟大家提起、如果你真的有兴趣、我们这个正宗学会有详细的录音带，各位可以借翻去多听几次。了凡四分要认真的去研究，认真的读诵，依教奉行，你呢一定能够得到利益。以这个为基础，念佛求生净土，可以说无一个不往生。咁真好似古人讲嘅，万修万人去，一个亦唔会漏咗嘅。呢、这个下面呢要为我哋讲明嘅乜嘢系真假，乜嘢叫端曲，了凡先生举了中风国师的话来讲，在台湾这么多年来很流行的三时系念的佛事，三时系念的佛事就是中风国师编的。他说凡情未敌，正眼未开，应善为恶，止恶为善，往往有之。中风国师是元朝时候人，不但那个时候有，即使在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亦不免，孔老夫子在世的时候那个社会上亦很多善恶搞不清楚的，何况是今日呢？这个善恶是非颠倒，这个不是什么，这个叫愚痴。即使有明白人的为我们指出来了，我们听了亦未必能相信。那又是什么原因呢？
咁系自己业障太重咗啦，啊，叫都叫唔醒嘅。了凡四分，好啊，好在佢能够详细嘅为我哋分析，为我哋辨别。嗱，就结论上讲，同佛法所讲嘅完全相应。我哋思想、见解、言语、造作，凡系有益于人，咁就系善。凡系有益于自己嘅就系恶啦。呢个标准在佛法里面系普遍嘅一个标准。利益大众嘅呢个心系公嘅。利益自己的这个是私欲的。如果以佛法来讲，凡事都从自己利益上来着眼，那是增长我执。我执是一切烦恼的根源。我哋要断烦恼，天天在培养烦恼嘅根本，你呢个烦恼能断得掉吗？决定不可能啦！烦恼不断，就不能超越六道轮回。你话佢系善定系恶咧？呢一点要知道，要明白啊！念念想别人的利益，利益大众，利益社会，利益众生，这个心量大，不要去想自己，将自己忘记了。大众有福，我们自己也是大众的一份子，咁边有冇福报嘅道理呢？呢个系真实嘅福报，所以凡系利益于大众嘅，呢个系真善；凡系利益于自己嘅，呢个善系假善。底下有同我哋讲，自己真正发心去做嘅，咁系真善；别人做咗，我哋跟住别人喺度做，呢、这个善就唔系纯真啦。当然，仲系睇你发嘅系咩心。人家在做嘅善事，我亦发嘅系真心去做，咁呢个善咧系真嘅。啊，如果我哋睇到别人去做，我哋随喜随喜啦，你个心呢唔系好认真嘅，咁你呢个善呢就唔系真嘅。如果要从呢个里面再图自己嘅利益，再图自己嘅名利，咁你呢个善系假嘅。呢啲事情我哋都不要细说啦，细说呢会得罪好多人嘅。各位，我哋呢对嘅眼睛呢要明亮一啲啊，仔细去观察啦，你就会睇出嚟㗎啦。呢个善真係有真有假㗎。啊，
我哋要能够辨别，更应当自己行善，要做真善，唔好做假善。这个端曲呢，端是就是正直的意思。佛门亦常讲，直心是道场，曲是委曲。他在此地亦教导我们一个原则，顺是济世之心，这个是端正的、端直的，是没有其他的念头。目的呢，无非是利益社会大众。假如有一丝毫这个欺世之心呢，那就是曲了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行善里面附带着条件的，那都属于曲。无条件纯粹为利益众生的，那是端。他在这个地方也讲了很多，譬如说爱人之心、敬人之心，我们都要出自于真实。好像这个善导大师在四帖娑罗里面跟我们讲的，一切要从真实心中做，那就啱了。不能有一丝毫虚假。那什么叫阴阳呢？这个也要辨别，善有阴阳，阳善是你做了好事，你看现在 有政府或者有其他机关为你表扬，那么表扬呢，大家都知道你在做好事情，这个善叫阳善，你得到人家的恭敬，得到人家的称赞啦，得到这个荣誉啦，这些呢都是福报。换句话说，这些福报都报晒啦，你现在在享受。咁阴善呢，你做嘅真正善事冇人知道，冇人去表扬你，亦都冇人去称赞你。这个善好啊，